第三小队，第三小队，现在给你们。
录一分，好不好？和声录一分。好，那就由你们这小队要讲，好吧？要讲好，那就准备好。好，来，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好，好，从你们开始，好不好？我就从你们开始。
然后就这样按下去就开始有红字，就开始录了这样。啊，如果你要对焦的话，你就是用笔触，这样它就对到不一样的地方。来找我拿一个北针，谢谢。不要那么怕。好，我要来教了。这是指北针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们有人有学过吗？没有。好，我先教你们怎么找北方。注意看，把红色这个对准，对准。如果对不准就往后看，因为后面那条线。好了吗？好，接下来红色这个地方就是指北方，所以我们就放身体，所以北方在这里。可以吗？不懂就问我，我可以，我可以，
我没有那么凶啊，我没有那么凶。我刚刚会很凶吗？不会。我刚刚很凶。那怕什么？对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给点回忆，可以对。好，那我接下来教你们聊。今天我要聊，然后就我们要远离水边，就是比如说，假如这边一条河吧，我们要离它远一点，因为避免说，假如说我们今天晚上在睡觉，然后下雨的时候那个溪水突然暴涨的话。那我们可能就被河水冲走，就是这样很危险。然后我们要离悬崖边，就不会掉下去。对。然后之后，老师，像因为我们这边的草，其实你们觉得它一点都不长，在外面啊，你们草可能都是跟牛一样高的草，他们都没在管理，它可能很高。然后里面就一些蛇啊，还是说一些小昆虫、小动物，我们不要去打扰到它们，然后也不要，它们也不要到侵犯我们，所以我们要尽量远离。然后也不要在树下，因为假如说今天在野外的话，我们一般避雷针啊，就是在大楼最顶端嘛，所以雷会打到避雷针之后，它就会跑到地板，所以没被电到。啊，在野外的话，一般才是树最高。假如说你今天打。确认我们当天的天气是晴天、雨天还是阴天，然后都要去做一些调整跟变化。好，然后之后我们搭这个帐篷，我们要有泥树，为什么？你看我们那边水塔那边，看到一根地面的东西，有没有？那叫那个避雷针，就是我们今天打雷的时候，它一定会打避雷针上面，所以它把电导到地板，那这样就不会有人被电到。那在野外也是一样，因为在野外，在山上。推拉，有没有找到冰？好，来聚个两三下就换了。好，那你换了，收起来。哦。检查。Good。对。来，安全距离。好，给他。好，确认。好，你的左脚跪上去。好，来，右手，左手抓。好，开始哦，推拉。有没有找到 feel？ 好，你要收手吗？好，收起来。哎，我教你这样做的吗？是在两只手。对，好，那明天记得就是一开始的取安全距离，然后跟怎么收，然后还有可能会让你们聚，懂吗？所以就是你们要记得，然后像斧头也是，上。
很开心。慢慢来，慢慢来，不要紧张，不要扑上我的后尘，只撞进一颗。那我，不要扑上我的后尘，只撞三颗。冷哦、啊啊啊！好，冷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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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还有一颗，你还有一颗，你还有一颗，冷静，冷静，冷静。你要冷静，你要冷静。深呼吸，吐气。冷静，冷静，冷静，冷静。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已经达到后两颗了，很厉害。你们现在几颗啊？对，还差四颗。四六。好，你们还有四颗，你们还有四颗，来来来，这两个人，这两个人。共估。可以可以。哟。你把另外一只手伸出来，两只手一起穿进去，然后你整个拉起来。对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Yes， 就这样，就是这样。那往后一点，往后。对对对。我要露出来。我要看出来，怎么露出来？对对对对对。OK， 放手放下。好。OK。下一个。因为你一边弄都是觉得另外一边觉得那种。你把它反边啊！你后仰，往后仰，往后仰。后仰。不是不是。后仰，跳头，跳头，跳头。来来来。看地板，看。后空翻就可以了，后空翻圈。后空翻。两边都弄起来之后，然后把它飞起来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两边弄起来之后，后空翻一圈。你手卡到了。对对对对对对 ，OK。啊，翻圈翻圈。后空翻，后空翻，后空翻。啊，我没有。口袋里面。哎。我们是男的。完了，这真没救了。哎、你要拔，你要自己拔，我因为我不知道你会不会痛，你自己要自己拔。然后给我一个对。洛克人，洛克人。哇哇，潇洒潇洒。
直走，左前进，在右边，再前进，这边，对，就是这边，就是那边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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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会往前走，我就会这样子，然后直接跑后面。你说你往前走吗？对啊，还是往后飞，还是往后飞。为什么扯啊？干！哇！悲剧，这太悲剧了。通常越近越难啊，越近越难。好，我。多了还不进，哎，下面有一颗胶。啊，全进啊，全进。好，下一个。那我玩够了。看起来应该会跟我一样悲剧。不会这么觉得。因为你们是器材长。一颗过。没上去啊！啊！哈哈哈哈哈！我一颗就已经到关底了。他就这样一颗。加油加油！哎、欸，佛系。太近啦！哇，这佛系吹法。佛系吹，我都吹两口就太爽了。缘分到了，自然会进。啊？啊？我的技术流，这技术流。只是一百，只是一百。你解释那一下那个。只是一百。我、哦、这看起来有补习，这有补习哦。你是有补习？啊，这有补习，你是有补哦。啊！泡泡科。我们吹气球，然后等。哦啊哇！这弄边啊。翰林左边，哪里？翰林呢？我不，有机会。好，再见。在、啊、干嘛？快点！你要吹到洞里面了。有啊。好，吹到洞了。我要再进，你要玩吗？我跟泡泡真的路很远。进了。哎，两分钟了，三分钟了，要停。不是好像有点哇啊，这你可能恐怕是要撞墙了。我有。我的全来干嘛火片哦？这个游戏啊，其实要搬去哪？我们要搬到那个风云家山啊！干我什么事？
干早知道就练那个放手骑车。你只要一直踩一直踩，然后手就可以放手。你讲的很简单哦。太爽了吧！Thank you.
录影，对不对？嗯。其实我就可以截取照片了。哦，就是你的录影，然后再调整焦段就好了。不是，